可爱。这个准备的东西，嗯，平常是特别，为什么狗狗请你来试饲料，就为什么你要帮它准备成这样子？其实因为我本来就是从事宠物的工作，那因为我的狗大概在10年前，很多老狗大概10几岁的时候，几乎每只都得到 cancer 跟肿瘤，就想说给他们吃我们人的食物，因为如果是我们人，也不可能每天想吃一样的饲料，所以将心比心，所以就开始煮这些东西给他们吃。那有发现的确它的得病的几率比较小。我们家狗原则上一辈子几乎不生病，因为我养的家是50只狗。哇！你自己煮给他们吃啊？Yeah. 每天煮50狗份的东西让他们吃。嗯，他不吃啊，那种宝叉啊，什么叉子啊那些。因为如果说你自己准备了食材之后，你会发现这些东西的成本跟那个饲料成本其实是差很多的。